我哪有那么多妈妈？你真的是讨厌。叫哥哥，叫哥哥。你可以什么？这个很莫名其妙嘛。罐头三千万。鱼罐头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夏。昨夜雨疏风中，梦睡不消残酒，试问卷帘人皆道海棠依旧。应是绿肥红瘦。罐头大作战挑战规则：嘉宾自行选择真心话或大冒险，在真心话或大冒险的罐头里选择带有便签的饼干，读出便签的任务并完成即可挑战成功。饼干里面，那我怎么拿到这个纸啊？哇，这个设计的好酷。你的爱人要出国，你会怎么做？我送你离开。我也陪他一起去啊。你真的是讨厌。啊，考虑考虑，就是如果我 OK 的话，时间允许的话，不允许的话就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。A B 这都可以接受。A 单身自己玩手机 ，B 恋爱陪女朋友逛街。B 那当然了。A 改改看看妈妈吧 ，B 好帅。我哪有那么多妈妈？这个问题是问什么？这个问题是问什么？这个问题是问什么？能够接受哪个？一个不玩心，一个也不唱歌。一个也不唱歌，可能憋死吧。常用念旧造句。吴夏的念旧很好听。接下来的时间请让我陪伴。一定要做的三件事是什么？游泳，吃西瓜，晒太阳。那应该是什么？夏天晒太阳怎么就晒了呢？那谁不是夏天晒太阳？难道你是冬天晒太阳吗？马上就要30岁了，会不会很焦虑？现在有一个，刚才还没有。非得提。我一般都会让他们改正一下他们的这个形容词。这个叫哥哥。觉得自己到了要注意养生的年龄吗？到了，现在喝水都要放枸杞了。吃饱了提醒我出门要带保温杯。是，但是我觉得很麻烦，因为我不爱喝热水，对，我就喝常温的就可以了。啤酒放枸杞。就是很多现在流行用的一些词语，我基本上一个词，我可以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想说一个人对我说，哎，我可以，你可以什么？这个很莫名其妙嘛。持多久限私生？三天，到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，都有可能了。自宝宝夸你帅和夸你黑图，哪个更容易被翻牌？帅，因为我看到黑图，我哪怕再想翻牌，我也不会翻。记住了。妈，我不想。如果回到古代，你最想做什么来养活自己？我要做武林高手，我要做大侠。说四个索隆身上你很欣赏的三个优点：帅、强大、毅力。你和他有什么相似之处？我就是他。没有，相似之处啊！我有一个武侠。明星技能哪里有？一键开启鱼罐头。大家好，我是胡夏。鱼罐头，一罐创意，罐罐惊喜。